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模特展示，乐听衬衫，真的我跟你们说很好穿，很好看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哎，你们是干什么？旅游照吗？就游客照，就毕业照。哎，跟你们说是不是很好看？妹妹，这个衬衫真的特别特别的棒，就是你就是夏天的时候搭，你春秋的时候搭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就这个衬衫你是扎在裤子里面，然后露出来一点点，搭配裙子，搭配长的那种阔腿裤，然后搭配那种长的牛仔裤都很好看。来，我们一个个展示好吧，先看紫色，我们 Yuki 身上的紫色。对，这件紫色花是那种很干净的薄荷紫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有一点点那种雾紫色的感觉。这件衣服真的特别特别的可爱，好不好？就是很日系风，很学院风的一个感觉。然后我们来看下个颜色，绿色。是我吗？对，就旺旺身上件绿色，你就搭一个那种针织绿色的小毛衣，也是真的很漂亮。而且这个件衬衣真的很好穿，主要性价比超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白色。哎，突然 Q 到有点。对，你看白色的衬衣多高级。这不是巩俐吗？这在戛纳海边吧？用微信号吗？这位妹妹，哎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哎，白色衬衣再搭这种裙裤，是不是超漂亮？就是你就是日常上班的时候，你这样穿也很好看，真的就干干净净的。然后我们还有来我们的粉色，对的，看杏子姐穿这种阔腿牛仔裤是今年很流行的那种穿法，再加一个粉色的衬衣，里面可以再加一个有颜色的 T 恤，也是特别特别的漂亮。还会有下面一个颜色黄色，它是一个那种淡黄色，淡黄色配黑色，我跟你说高级到爆炸。真的哦，就是你可以这样比较职业的一点点，把一边塞进去啊，一边拉出来，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，好不好？清楚了吗？真的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所有女生，这一件衬衣天猫店铺价，回来回来，你们哎，导演你怎么回事？不切回来？啊，就是看女生看的真的是已经入迷了啊、哦、你。你这样子我跟你说不行的哦，来天猫店铺价，这一件这一件衬衣，姐们。GXG 以及熊谷龙志联名款黑白情侣 T 恤来咯，美们是不是超好看？对的，这个 T 恤真的很好看，而且现在最流行最流行的这种有点点斜，就是有点点那种字母的，然后一点点拼接的，这件 T 恤真的很时尚很洋气。你知道好多明星拍杂志的时候都在穿这件 T 恤，这件 T 恤的话是就是棉质的一件 T 恤，而且它是有道的印花标识的，时尚感很足。它是那种宽松的版型，哪怕你扎在里面，或者是放下来都可以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而作为情侣的话，一件蓝色一件白色的话，也是那种情侣款，夏天出门拍照，你跟你的男朋友在一起会非常非常的好看。所以，就是你们两个怎么，你们四个人怎么搭配的？哦，就年轻一组，中年一组，是吗？就青少年一组，然后中老年一组。是不是？好不好？这件 T 恤真的现在也是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爆款 T 恤，让 Nike T 恤来看模特展示。哎，你们不说话了吗？看到我们了吗？好好好，嗨，这样子吗？来，我们要去运动啊！我们今天是运动，就是很休闲的一款哦。对对对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搭配。就是西装都可以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搭配短牛仔裤、长牛仔裤，你扎起来，你扎个小揪揪，你放在裤子里面都可以。还有像旺旺他要去跑步了，他要去运动了，也可以穿。你是一个舞者， Sorry. 你是要参加去，你要参加街舞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买张地板就可以。啊，好，美美，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百搭的一款 Nike 的 T 恤，而且它的 logo 不是一般以前那种左上角胸前 logo， 它是真的是一个那个就是下巴下面的 logo， 就是在你的那种胸中间的一个 logo， 就这个 logo 真的是很好看。而且你知道吗，就清水有你啊，训练生们他们都在穿这件 T 恤，他们一穿整个线下店铺直接被销空。而这是我们今天的特别版，给大家再次返场直播间的一款产品啊。这个美们准备好了没有？马上上链接，颜色有很多，有白色，旺旺身上穿的白色，我是白色，对，然后还有黑色，你看超时髦，对，你看黑色，黑色搭西装啊，没任何问题啊，多时尚多时髦。还有七姐姐身上的紫色，对，大家可以看紫色，然后还有那个粉色Yuki 身上的粉色，对不对？那然后白色搭短的牛仔裤也是非常好穿。好了，所有女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马上上链接，来三二一，拍立姐披肩防晒服来咯，吸汗透气简约显瘦防晒服，看一下
我们的女团又来了，他们已经把这个防晒服穿好了。这个里面是有六个颜色可以选择，它的那个就是款式是非常非常的节俭的款式，它的布料很细很柔软，不易变形，而且不易皱。它是用到的防晒实力派 USUPF50 加的一个防晒指数，有效阻挡 95% 以上的一个阳光紫外线。给大家来看一下颜色，首先看一下清洁上的黑色，对的，它是披肩型的，很好看，就是直接披到身上，它的帽子，然后它可以看一下帽子后面有个拉链，你可以把那个刘海，对的，如果扎头发的话，对不起，你可以把那个马尾拿出来，因为你如果扎头发的话可以把马尾从后面拉出来，就是细节设计的非常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还有什么颜色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蓝色，淡蓝色，淡蓝色的话你配白色 T 恤也就很好看，是不是超好看的，这是一个披肩。